浪漫唯美的曲风，配合金妍儿深情动人的演绎，阿黛尔的热门单曲在冰面上得到了一次美丽升华。谢谢 Yuna 给我们带来如此唯美的 Someone Like You。 那接下来呢，也是我们今天冰上雅姿的压轴演出，我想很正